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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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
咱即阵珍珠派人就是防止咱将来袂受害，啊，这社会大家啦，啊，不可能讲政府来做，啊，民间唔配合，安尼无法讲，政府软弱，人民冷漠，大家受害，啊，大家拼不起来，啊，好诶，鼓励表扬珍珠奖，歹制裁防止大家袂受害，这是我诶一个基本诶原则。